那个层次就有很多。嗯，哎，哦，因为这个要等它干了哈、哦嗯，你们这个颜料一定要等它干了才能用做渲染的动作，嗯、知道吗、嗯？要不的话，这个颜色都会晕开。跟黑色在一起的。对，嗯、就会晕开，就是这个白色的部分本来是有花的，那个花的颜色啊，对，我把它刷开，够香。炭笔，上炭笔，那么我上面这个是晚上的梅花，晚上的梅花哦。对，这个意境就是甄嬛传遇到皇上的那一个夜晚。哦，就说当时满地都那一碗花生的天摇地动，就是枝干哈跟花哈，它的颜色有点区分，看起来整个这一块看起来更能够表现出来。